昨日战关羽，你马失前蹄，关羽不忍杀戮。这期间就必有贯通了。今日出战，你两番虚拽攻陷。第三件，却又故意设偏。这不是通贼，又是什么？你就是手刃韩玄，开城献降的魏延吧？正是在下。 左右，在将此人拖下去斩了。诺，先生，魏延无罪啊！主公啊，刘琦固然已死，但是你估计这荆州咱们要得回来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竟敢背约？